雪不散，崇山峻岭绵延耸峙。世界屋脊，西方盘踞，飞鹰南越。还有黄河怒吼千年不歇，千年来，华夏民族炎黄子孙就在这片土地上，从游耕岁月开始驻足扎根繁衍，从凿出的第一口井，开辟的第一座城，至终创造出璀璨的文明盛世。刀兵自北方来，刀兵的锐利也被这片广袤文明给消融包覆，朝代有所兴替。然而从四月飞雪的塞北，从鹰飞草长的江南，百姓始终日出而作，日出而息，过着地利与我何有哉的平静岁月。方才惊觉，原来生存的目的
不是成为隐士的佛祖，不是修炼成长生不老的道士，而是把自己贴上苦难的大地。师父，这即是真爱的意义。我是否当以此爱来回应我的国、我的民、我的骨肉同胞？
人间。